Whatever we want, we will have it. Part 5 of 12 on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, given in Chinese on December 10th, 2017 in Xihu, Taiwan, also known as Formosa. Oh,对不起和尚,你不要上来,算了,坐那边跟男孩子,OK哈?你们不要起他,听懂没有?人家当和尚就要离远一点,尊重,远一点,无名是最好,这边无公众也没有的,你看。好了,你要念佛了,就没事了。那个女和尚也要念佛了,就没事了。好。 对不起了,我们不是不尊重,就是我们家里很乱,你看,冲的这个样,急那个样子,没有谁敢管谁的,管也管不了,懂吗?我喊了好大声,到有时候没声音了,他们也不听了,冲就冲就对,下雨也来,暴风也来,台风也来,地震也不管了,谁也不怕,所以刚才有跟护法说,算了,你们太晚了,平常他们护到5点嘛,就回家了,巴士在等啊,懂吗?所以我说你们先回去了,他们还是想留下来保护师父,我说不用了,人这么多了,没人敢做什么,而且那么可怕的一个团体,打雷也不怕的,那这个团体,懂不懂? 我说我连我也怕他们,谁敢来这边惹什么事情?你都懂啊,笑好厉害,还好了,你能笑我就高兴,笑就对我们很好啊,听说笑的话身体健康嘛,有没有,精神也开朗啊。 血脉都很好啊,OK,那多笑没问题,那个笑的事情我们这边不去了。所以什么人身体不健康来这里突然就变健康了。刚才我有那个贵宾嘛来看,他说,哦,一来这边他就觉得看到师傅他觉得舒服了,懂不懂?就什么烦恼啊,什么,那些政治的问题啊,什么。 办公那些争吵啊什么的,是非什么都不见了。谢谢师傅,我说我没做什么。我说这边空气好嘛,而且我们笑很多了,懂不懂?动一动就笑,没讲什么也笑,是吗?你看,我讲的对,没讲什么就笑了。 我就笑得很多,啊,怎么老了笑这么开心,啊,从来没笑过。OK,就是这样了,啊,也不用吃饭的时候也不饿呢,神奇感应的满满的,没讲什么也可以笑的,我看起来很漂亮啊,他看我都笑了,好像我是那个什么那个。 那个装那个很大的那个马铃薯，扫帚，我们口红就铺在里面而已，他口红都铺到外面了，有没有？然后眼睛就弄得好黑，然后还。 掉几个黑的眼泪下来,是不是啊,然后这就鼻子放一个马铃薯,那不是,是马铃薯吗? Tomato, 对啊,他看到我像看到那穷人一样,就是靠笑着很大声啊,我没有眼怎么东西呢,我也没有化妆这么厉害了,没有放那个嘴巴那么大,他们看到我就好高兴就笑了,我就,啊? 啊,我不知道开不开心,也许我看起来很好笑啊。我知道了啊,如果你们不要我的话,我知道我要去哪里。马戏团啊。要去马戏团,你们不要我就走了,我去那边人家就,对啊,因为我看起来那么好笑,是啊,所以我去那边一定
可以赚钱的，就问你们笑就免费的，<笑>太可惜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我要去赚钱，去马戏团就对，嗯，多赚那种比较大一点嘴巴就可以赚钱了，<笑>不要啊，我要去了，不让师傅去哦，你有什么权利挡我？<笑> 我要去赚钱了，要不要让我去？<笑>你认为你比我老，你就有权利吗？<笑>哎，因为我们爱师傅，爱就不给我去马戏团了啊，<笑>不给我去赚钱。我们就笑不成，笑不成。你去马戏团那边看啊，<笑>要付钱，<笑>要付票啊。这边我就跟那个贵客说，这边因为空气很好嘛，哎，所以村民啊，他们。 他们现在有几个活，这个村呢，700到1000人而已，啊，700，这7000，这个乡是7000人，7000不是1000啊，整乡的多少？7000人，真的吗？7000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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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常快乐，每天工作了。还有多少个那个话一百岁的，懂不懂？嗯，就一百岁还没还不想走的，懂不懂？像你们一样啊，赖在西湖这里。永远健康。谢谢你，嗯，谢谢。这边因为空气，大概空气好嘛，人小啊，嗯，这个城市人比较小，而且，嗯，树木很多哈，你们看哈，嗯，很多那个竹子啊，竹子，半部，竹子是给我们那个，比啊普通的树还要多氧气的，嗯。这边竹子很多，从这边走到后山那个女和尚住那个是都是满满竹子。然后你们如果到处都跑这个山啊，是隔壁的山都是竹子很多，它长自己长了，嗯，所以很空气很好啦，嗯，人小嘛，嗯，我们这边又没有车子来来去去那么多，嗯，所以来就觉得高兴快乐，然后认为是师父有神通。我没有做什么，了解吗？哎，大概我回来也是觉得也是蛮舒服的，嗯，这边呢政府好吗？哎，很欢迎师父，嗯，我好的，谢谢。啊，人民都很善良了，嗯，不会了，也许有一些他们那个喜欢那个展览他们自己的肌肉嘛，有没有？哎，所以在电视有时候有展览更厉害而已，不然他们心里都很善良啊。不管是谁，台湾人都很善良，嗯，非常善良，嗯，有时候太善良了，这样也好吧，嗯，啊，这种国家的话，当然会和平嘛，哈，嗯。不管谁上来当政治人员，不管搞什么，都是人民太好了。那气氛好的话，当然国家会好。嗯，人好，国家会好。嗯，其实有一些不好的话，也是小事了，小事。嗯，多数他们很快乐，也看到笑嘻嘻啊。嗯，最小来这边都看到笑，不笑就不行啊。不像我们叫他懊恼佛嘛，他怕被挂那个名单呢，啊，然后就笑了，勉强也笑了起来嘛。我有一些人不想笑，对，就被染到了，懂不懂？被他们传染那个笑容的气氛，然后也是勉强笑出来。嗯。OK， 你们大陆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这么原来，嗯，说说。嗯，我是一个从洛阳来的，知道吧？洛阳啊，洛阳啊，哇，远了，不远，不远。多久天呢？坐两天吧。两天就不远了，哇，对我是好远哦。是，我是帮别人问，别人他要叫我。
他说你去帮我们问问佛吧，我说行啊，主要是他们这次他是当过兵的，这次是完就转念回来了就受伤了，受伤了他就退伍了，他就参加一个猖狂。 结果受伤了，受伤了，那也只得看师傅的书。但是，别人就跟他说，就修过方便法，光念念师傅就说，他说，哎呀，要不我也也也，要帮他，帮他一命就完。啊，就只有这只手，赶快去医院嘛。啊，不，他好了点，好了，好了，锯掉了，只有半截儿。嗯，这只是。那还要问什么？ 他就说想隐形，他只说要不，如果是佛同意啊，他也办理证，到这儿来，请师傅为他隐形。他要来，可以啊？为什么不能呢？这他的手有问题，人家头脑没问题啊。头脑没有，这只手好点。手的没问题啊，受伤一点嘛是。这只手是对半截，这只手好好点。 不是两个都受伤，没有，对呀、啊，只有一个。如果他能上飞机，能带行李走，我没有反对了。好好好，怕他，痛苦而已啦，不是说不能，听懂吗？他的老婆也是我们这头修这个的，真的呢，是的，不是同修，就神经才要来啊，<笑>没有人要来看除了和你们。<笑> OK， 所以说我就可以，谢谢师傅，可以没问题，谢谢师傅，就最好就是要等到他好一点才来吧，他身体挺好的，OK， 好吧，手上的是很困难的，不方便的，他好了点，好了多少年了，他想进门来休息，OK，好，谢谢师傅 OK OK， 不是上来这边就好，不是这样，我没答应任何。 不是受伤，他是直接手没有，他是半截手。啊。OK，OK，OK，然后要怎样？他想一心。哦，想一心呢，讲这个样子哦，他是同修，你不是说他是同修吗？了。哦。就是这个残疾的人。OK，了解。哦，我。那知道。啊，他是老伯，是同修，他是先生。啊，几岁了？几岁了？嗯，大概有50多岁吧。啊？50多岁，哦，叫他修方便法不行吗？他的意思就是想进门嘛。嗯，想进，当然了，我知道，谁就不想啊？嗯。啊。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叫我替他问问佛，佛同意了，他就办证过来了。嗯，吃了他就说要吃。嗯，他一直吃素，他老婆都是吃素的，他不吃素干啥？嗯，他为什么等现在没手才来？为什么有时候以前不来？<笑>啊？ 老伯以前硬性了，那为什么不跟着硬性？现在等着才来为难我呢？教他修方便法再说好吗？好好好。师傅，修方便法很好，就不用规矩那么多了。啊啊啊！修方便法就四书能吃10天，5天能吃多少就多少了。嗯嗯嗯。最少10天了，净化自己，啊，就不用什么规矩，不用要求什么了。好好，谢谢佛。而且。 老伯也修行嘛，就一挤拉他就好了。OK，嗯，啊，行，谢谢师傅啊，方便法就行了，方便法，耶，师傅好，你好，我儿子就是在那个游戏厅，他就是几分钟之内，他就输掉了人民币5万到6万，然后。 我也好苦恼，平时这个孩子也好叛逆，也不听我们的话，我也管不了，但是我还是来到这里，我以后该怎么办呢？对这个孩子该怎么教育呢？哦，
我不懂你要什么，你要做什么啊？等一下下。我希望孩子当一个正直、阳光的、爱对乖乖的孩子。就看你怎么教育他啊。我没有方法，请师傅慈悲开示嘛。他是怎么样的孩子啊？他为什么你要他改善呢？他几岁了？22岁了。嗯，有没有工作了？他不上班。 每天吃了饭就躺床上打游戏、看手机，不工作。嗯，大陆如果没工作怎么赚钱呢？嗯，他要我的钱呀。你不给就没事了。嗯，不给他就生气了。哦，你怕他哈？怕。哦，到这样了，那先生讲什么？先生在这里。对呀。你们两个。 输给他，然后你叫我一个老姥姥的，然后小孩子那么多，要管你那个小孩子，会不会不公平了一点呢？师父有智慧吗？智慧，我如果能够强迫别人的话，我早就把整个世界变成天堂了，了解吗？嗯。 我即使有神通可以控制别人的脑袋的话，我也不会用的，这样没有用啊，就是跟给人家毒药或是喝醉酒一样啊，不给人家自由啊。他以前有没有工作过啊？有。好，那叫他继续找工作了，少给钱了。OK， 跟他讲，你有多少孩子？只有一个是吗？一个。当然啦，哎呀，哎呀，听得很面熟。 听得很熟哈，就是一个小孩，又是男孩子，哦，好宝贝宝贝了，宠坏死了，才这个样子嘛，总少宠坏了啊，所以现在政府改是对了，两个可以有吗？哎。